网巨星出了一个新的节目叫做巨星放题，入面有很多人去问一些 IQ 题啊、冷知识这样的。那我呢虽称不上为 IQ 王，但是啲冷嘅啊、冷知識啊，都可能都會識啲嘅咧，所以大家繼續留意呢個東網巨星入邊嘅巨星放題啦，希望有機會見到我啦。我一直都有留意東網巨星 App 嘅巨星放題嘅，喺呢一度咧，我向我哋嘅 Doctor 崔神同埋 Miss K 作出呼籲，而且係挑戰，請你哋將 IQ 題交到我手上，我哋會答到嘅。但是麻煩你們給一些最簡單的我 OK? 東網巨星 App 這個巨星放題我覺得很好看，尤其是 Eason 和 K 他們真的做得很齊，我想大家都可以支持多些留意題，下次可能可以找我去問問題，因為我自己的 IQ 都應該 OK 的，應該可以答得到這些問題，大家記住